酒窝、梨窝的区别。在日常生活中，每个人的形状特征都是不一样的。有的人脸部会长有酒窝，有酒窝的人一般都比较迷人可爱，笑起来甚是讨人喜欢。一般做微笑的表情就可以清晰可见。有的人脸部会长有梨窝，两者的区别如下：一、面部位置不同。酒窝位于嘴角斜上外侧约2至2.7公分处，梨窝位于嘴角斜外下侧约1公分处。二，明显度不同，酒窝比较明显，而梨窝比酒窝小，而且不明显。